在加州具有10年历史的美华慈心关怀联盟，多年来关心安宁鸟户的人生议题，但是这次呢，他们可是庆祝10周年哦，特别邀请到了安宁之母赵可士博士，远从台湾来为大家分享他多年的经验，机会相当难得。美华慈心关怀联盟将于12月12号到12月14号连续3天，在 City of Hope 希望之城国家医学中心举办10周年庆祝活动，以及南加生命教育义工训练，特别邀请到了台湾安宁之母赵可士博士以及资深义工张宝芳小姐担任讲师。除了分享他们这些年来在安宁疗护上的经验之外，更帮助大家了解临终病人的需要，如何做到家属的关怀以及沟通技巧等等。中英文双语进行，活动免费，请上网报名。